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会议，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温占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曾丰宝等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聚集频繁，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定不移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要紧盯航空、陆路、水运口岸和人物同房四个方向，严格落实入境人员全流程闭环管理，健全完善进口冷链食品全链条追溯体系，加大对冻品走私行为打击力度，要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风险，倡议市民就地过节，严控聚集性活动，实行公园景区限量预约错峰管理，加强市场、商超、餐饮机构、宾馆酒店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要从严抓好社会面管控，持续做好重点地区来善返善人员排查管控，充分发挥发热门诊、诊所、药店哨点作用，强化交通站场、公共场所、人流密集场所等的监管，引导市民做好个人防护，积极接种新冠疫苗，要严格落实节日期间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等制度，做足疫情处置相关准备工作，切实将节日期间疫情风险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部署要求，统筹做好两节期间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加强风险隐患的排查化解，确保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处置化解。要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加强对道路交通、消防、城镇燃气、危化品和烟花爆竹、旅游、特种设备、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安全监管，严禁非法生产经营建设活动，严防森林火灾发生。要科学合理安排工期，提前做好工地停工、围挡、复绿和清洁等工作，努力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会议强调，要立足汕头发展实际，把握好明年经济工作方向，提早谋划应对措施，坚定不移走工业立市、产业强势之路，想方设法抓项目、扩投资，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省盘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要按照市党代会提出的把汕头建设成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目标任务，构建具有汕头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让更多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能出彩。要聚焦法治汕头建设，把握好时间节点、原则标准，综合运用法治考评、法治督查等抓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法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着力提高应急管理工作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抓紧把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转化为政策、细化为方案、实化为项目，不断开创应急管理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审计监督的着力点和立足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敢审敢严、真审真严，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全会筹备情况汇报，决定于12月31号召开市委12届二次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提交全会审议的报告讨论稿和中共汕头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意见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委书记温占斌、市长曾丰宝带队调研粤东城际铁路汕头段站场综合开发规划设计和周边空间开发利用情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的工作部署和市党代会精神，部署推动公共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高度融合，以粤东城际铁路站城一体化建设带动片区整体价值和城市品质提升，为汕头走好工业立市、产业强势之路，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注入新的活力。温展斌、曾丰宝一行先后前往汽车总站站、汕头一中站、时代广场站和龙湖附中站，听取站点 TOD 综合规划设计研究情况，了解站点位置、规划思路、服务范围和功能定位。调研中，温展斌对站城一体化规划设计工作进行了现场分析研判，要求加快开展各站点 TOD 综合开发规划研究，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尽快形成设计方案。温展斌强调，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城际轨道交通对城区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切实转变规划设计思路，将站城建设与片区开发高度融合，以站点开发汇聚人气带动发展，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要明确开发运营模式，主动学习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先进经验，完善组织构架体系，提升顶层设计水平，引进高水平技术团队完成一体化设计方案，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要细致开展调查研究，详细摸排规划站点周边区域用地性质、空间布局和土地收储等情况，合理划定开发边界，推进旧城综合改造，提升城市空间品质。要增强站点辐射服务效应，扩大站点覆盖范围，明确站台具体定位、进出口站规划等细节，更好地满足周边市民出行需求和城市发展需要。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完善站点交通接驳换乘及商业配套，为未来轨道交通发展预留空间，综合开发利用地下空间，不断激发城市内生动力。市领导赖小卫、许红华、李钊参加活动。今天，汕头市三周龙南干渠应急抗旱引水工程通水仪式在朝阳区金灶镇镜头村举行。该项目日供水量达12万立方米，将有效解决朝阳朝南地区群众饮水用水困难问题。市长曾丰宝出席活动并讲话。去年十月以来，我市遭遇历史罕见旱情，尤其是以水库为主要水源的两朝地区，供水形势极为严峻，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用水造成了严重影响。对此，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足抗大旱、抗久旱、抗连旱，坚持底线思维，果断采取系列有效措施，迅速启动建设三周榕南干渠抗旱应急饮水工程。同时，我市充分发挥著名侨乡优势，动员乡贤支持家乡共度抗旱难关。朝阳朝南两区乡贤情系桑梓，慷慨解囊，捐资3亿元支持工程建设。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我市仅用70余天就实现了工程建成通水。曾丰宝指出，汕头市三周榕南干渠抗旱应急饮水工程量大，涉及面广，先后要克服管道铺设、资金筹措、工期紧张等难题。此次项目的建成通水，离不开广大乡贤的鼎力相助，离不开参建各方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是一项群众热切期盼的民心工程，广大乡贤鼎力相助的爱心工程，也是党委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良心工程，将有效解决两朝地区300万群众饮水用水困难问题。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努力，加快推进粤东水资源配置工程，争取早日从根本上解决两朝群众有水用、用好水的问题。曾丰宝表示，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粤东中心城市，省委省政府对汕头发展高度重视，专门出台政策支持汕头经济社会发展。当前汕头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形势喜人，尤其在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汕汕铁路、广澳港三期、疏港铁路、南澳联络线等项目取得新突破，将为汕头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乡贤们回归汕头投资发展的意愿也不断提升，立讯精密等重大产业项目纷纷落户汕头，希望广大在外乡贤一如既往地支持家乡发展，多回汕头实地走访、参观考察，
紧紧把握当前良好时机，抢抓大好机遇，在家乡投资兴业，携手共创汕头美好未来。市领导蔡永明、陈武南参加活动。汕头市三州榕南干渠抗旱应急引水工程顺利实现通水，在2022年即将来临之际，为朝阳区、朝南区320多万群众送上暖心的新年大礼包。在我右手边就是汕头市三州榕南干渠抗旱引水工程一期的取水口，那么清澈的河水将从这里输送到飞鹰水库。那么由于这个取水口跟飞鹰水库呢有50多米的海拔高差，因此河水经由我左手边的这个京兆取水泵站进行加压之后呢，还要经过管道输送到西卢加压泵站进行二次加压，并供水到飞鹰水库，那么经调蓄之后呢，再由制水厂进行净化，最终流入千家万户，造福两朝百姓。工程通水之后，感觉这个用水都比较方便了。去年以来，秋冬春三季连旱，使朝阳区、朝南区日缺水量达12万立方米以上。三州榕南干渠抗旱应急引水工程实现通水，以实际行动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我们在外的企业家也想感受到我们去年家乡没水、老百姓的痛苦，所以市委、市政府这样。包括我们两朝各级领导对这个工程呢非常重视，在仅仅2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个工程就完成，这个是证明了我们汕头市委市政府和我们两朝新的领导班子的为民做事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件大事。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家乡发展，多为家乡发展出谋献策，投资献智。我们将尽快安排溶洋就位，输送水进入飞鹰水库，下调至河西水库，供制水厂生产。朝阳区将全力做好这个工程的后续工作，确保将我们的这个水引入到这个千家万户，保障两朝地区群众用水。深汕深度协作再结硕果。今天上午，汕头高新区举行深汕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启动仪式等系列活动，产业园首期工程将以10亿元投资撬动50亿元产值，助力汕头构建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市领导赵志涛参加启动仪式。产业园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为着力点，依托深汕深度协作基础与深圳丰富的软件与信息服务行业资源，培育创新平台载体，深化科技金融结合，打造专业人才培训基地。产业园首期建设规模约1.6万平方米，计划到2024年引进新一代电子信息企业80家以上，总投资额达10亿元，带动上下游企业产值50亿元，吸引就业人才2000人以上，基本建成覆盖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重点领域的产业布局。我们也看到市委市政府要做强做大这一块的那个决心，对，也给了我们这个企业有很大的一个信心。我们是有一个软件产业，就是解放号的软件产业的互联网平台，那么希望通过这种平台的方式啊，来推动这个传统的这个，比如像这个纺织服装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业园的这个建设啊，将为高效的这种科学研究成果转换，还有接纳本地的这种高校的这种学生这个实习和参与这个项目研发创新多主体的这种合作模式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也能够最终达到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活动中还为高新区创新服务平台和纺织服装产业人才培训基地揭牌，举行正银科技专项贷合作签约仪式。科技专项贷主要是面向一个高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还有高新技术企业等8个类型的高新区企业。我们高新区管委会将会为获得科技专项贷的企业提供当笔贷款利息总额50%的贷款贴息，这包括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每家企业每年最高可以获得100万的贴息补助。
关注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大型专访。作为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汕头南澳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特色文旅资源，形成以旅游业为主导的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南澳县委书记张林在访谈中表示，南澳将紧紧围绕汕头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定下的目标任务，优化提升全岛旅游规划，全力推进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好，张书记，欢迎您。好，你好，欢迎您，来，请坐。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坚定不移走工业历史产业强势之路，那针对南澳呢，提出的是工业不上岛，那这个咱们来怎么理解呢？工业不上岛，我觉得也是立足于南澳本来的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和南澳既有的产业特点和产业优势，给南澳提出来的要求，这个是符合南澳的实际的。那么工业历史产业强势，它是符合汕头市的实际的，这两者从思维逻辑和方法论上面来讲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南澳来讲，我们的产业强项就是要把旅游产业做强做大做优。应该说工业不上岛是南澳贯彻工业历史产业强势的南澳之路，是南澳的实事求是的发展路径。南澳县持之以恒促转型，产业融合发展初心出彩，滨海游、乡村生态游等特色旅游项目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2020年，南澳县进岛游客达到780.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5.2亿元，连续6年荣获广东省旅游综合竞争力十强县市称号。市党代会对南澳提出了争取引进主题公园的要求，南澳县表示将从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服务等方面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这一次党代会啊，里面专门要求南澳争取引进主题乐园，可以说是抓到了南澳旅游产业发展的牛鼻子。这一次市委呢，不光刚给我们定的理念，也教了我们方法，这个就是方法，就是路径，就是抓手，是抓手。所以下来呢，为了引进这个主题乐园，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一方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走出去，要大招商，招大商，关键要找好商，找好商，把好的这个旅游乐园，有创新性的旅游乐园能够引进到我们南澳来。第二个呢，当然了，我们也这个南澳还要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能让好的旅游企业能够进得来、留得住，是还能赚到钱。南澳县将深化文旅体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借助第三届亚青会帆板、冲浪、沙滩、排球等项目在南澳举行的契机，提升旅游赛事承办能力，探索走市场化运营路线，引入做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体育赛事活动，逐步推动全产业链旅体融合新业态。有旅游加文化加体育的融合，对，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方面面的来支持我们，来营造更多的文化活动也好，体育活动也好，把它更多的元素注入到南澳里面来，能够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南澳旅游的淡季也能够变成文化的旺季、体育的旺季。对，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个初步设想，我们叫做月月有节，季季有赛，最后是年年有约，希望大家来了还想来。2022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汕头市人民政府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扎实做好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凝聚强大力量。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19大和19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各地各单位要积极开展双拥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浓厚的爱国拥军社会氛围，扎实做好拥军服务工作，主动帮助驻军官兵解决实际困难，全面落实拥军优属政策，着力完善优抚安置服务体系，精心组织走访慰问活动，增强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荣誉感、自豪感。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贯彻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维护退役军人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鲜明立起军事职业社会尊崇导向。今天下午，我市组织收看收听2022年全国全省春运电视电话会议，并部署我市春运工作。市领导黄海参加汕头分会场会议。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号开始，至2月25号结束，共40天。仍处于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部分高校提前放假，工厂存在分批放假或不放假的可能性，客流预计将较为分散。会议强调，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地各单位要坚持把疫情防控放在春运工作的首位，在落实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出行。今天上午，第三届亚青会茶叶类官方供应商签约发布，汕头市万福茶叶有限公司成为汕头亚青会茶叶类官方供应商。该公司旗下品牌喜来邦名茶产品荣获头首届闽粤乌龙茶评比大赛特等奖一等奖。下来，亚青会汕头市执委会将丰富市场开发内容，助力企业把握机遇，抢占先机，与企业一起携手亚青，共享共赢。万福茶叶作为一家本地企业，能与汕头亚青会达成合作，是一份荣耀，更是一种责任。同时，也以参与赞助汕头亚青会为契机，全面提升品牌价值和企业的影响力。汕头亚青会在筹备过程中实施市场开发，这对于企业来说是进行品牌营销、提升竞争力的一次良好契机。我们诚挚邀请广大企业参与到汕头亚青会，共享赛会红利，共办精彩亚青。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出批复，同意汕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7.2 加挂汕头应急广播称号。今天，汕头应急广播 FM107.2 正式开播，汕头橄榄台应急频道同步上线，共同打造及时应急、平时服务的神器。应急广播是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和防灾减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发布应急信息的权威渠道，也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近两年来，汕头融媒集团稳步推进应急广播建设，除了原有广播覆盖体系之外，还在市区时代广场、中山公园、金湾公园、东海岸公园等公共场所设置应急广播收听终端。汕头应急广播开播后，将充分发挥权威、快速、便捷、全覆盖的优势，至场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提高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当灾情或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助力防灾减灾救灾。汕头融媒集团将统筹利用集团现有广播电视资源，打造综合应急广播体系，不断提升应急信息精准传播能力和水平。应急广播呢，在灾情或者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极端情况下，一些受灾的地区可能出现断电断网，这个时候电视看不到了，手机也上不了网，那么应急广播就成为黑暗中的明灯。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应急广播第一时间把救灾的信息传递给受灾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减轻伤害和损失。我们在平常的时候，现在设有一个栏目，就是每天晚上8:30有一个应急的小栏目，就会做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一些应急知识的一些宣传。汕头融媒集团与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体加高校合作，又有新成果。
今天上午，汕头中煤集团联手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2021年汕头十大流行语评选发布会。经过评选，公布2020年十大流行语，他们分别是建党百年、321、深汕协作、防疫、升级、绽放、双金王、出圈、无法喝茶、文旅 IP。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321、三星两特一大产业新格局，到升级汕头高质量推进交通提升和城市更新，再到无变时茶，受台风狮子山外围环流影响，汕头部分地方积水严重。一位村民在记者问及淹水最厉害是什么样子时，就回答无法喝茶等。这些流行语真实反映过去一年汕头人民对国家发展、城市变化的关心，以及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折射了时代的进步、社会的繁荣。